衣服也能做爱心，包豪氏集团提供多款旗下知名品牌服饰，民众不仅可以来这里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，义卖所得金额全数捐作公益基金，帮助启智记忆训练中心的身心障碍者。募款第一天就吸引许多人前来挖宝。永和百货公司有感于公益团体募款不易，提供场地作为义卖活动地点。永和区长和多位议员都前来共襄盛举，抛砖引玉，号召大众付出爱心，也宣布全台首站公益义卖热力开跑。因为我们的主席黄瑞颖先生他自己本身非常的热心公益，那就是也很关心就是台湾现在的状况。那我们有告知他说，就是现在在地有一些弱势团体，因为他们募款困难，所以我们告诉他，这样他就请我们着手就是准备像今天的这一场的义卖活动。那其实我们的义卖活动不是只有单纯这一场，我们是做巡回的，北中南的话都有总共六场。因为我们中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已经成立40年了，其实一个非常老的一个机构，那其实个案都非常的年龄层非常高，所以我们账户的养护费是非常高的。这一次我们希望说能够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的困境，然后这三天的所有的义卖所得都捐给我们，那我觉得响应大家一起来买衣服做公益。从即日起到4月30号，为期3天的公益活动，欢迎民众一起尽一份心力，帮助更多弱势族群，让他们得到实质的生活帮助和完善照顾，感受社会温情。中央新闻陈娟、永和报道。